也有的列车终于来喽！是光光的长的白山鸟，确实是啊。瑞芳的九零三三分，都白热死。这车超由零八到九三线花东港台东，而三线行驶二两面的左行程记大号，九零三三分。南京零四十二的平安道程啊，蓝色带行程记大号。然后一九的四一五六四六八九阳性的数二二零五百行军了。拜拜，四六。我的四七二是在瑞芳，终于快速通过。很简单，拜拜。还有的九六四，然后把这九零零现场算，用百姓元了。不意外就是用五二零的，对，五二零上用五零六圈，五零五圈的，五二零圈的。那地方的你好，昨天还是关七关的九百，九六四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就先拍到这样。